学习到82页。我们从第二段看起。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这个是善导大师讲的。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那等于是阿弥陀佛讲的了。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介绍西方世界一正庄严。因为众生业障太重，跟他讲念佛做佛啊，他不相信，所以才讲他能相信的法门，才说出啊无量无边法门，那是对不能相信呢念佛法门的众生呢所说的。能相信这个法门的是第一善根，于我法中啊得名第一弟子。就像经上讲了，过去生中行菩萨道，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才能相信。所以经文上说，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当然我们闻到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佛法，遇到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次，就遇到念佛法门了，缘分殊胜呢，我们也要善用自己的心。善用其心呢，才能成就殊胜功德。就像我们看到，已曾供养诸如来啊，则能欢喜信此事。这是佛将因缘呢给我们说明。我们不能看到这个经文，哎呀，我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了，这个慢心反而增长起来了。我看到这一段，这个相信这个法门呢是第一善根呢，反而瞧不起别人了，那这个就不善用心了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那不能看到这一句经文，这个走路有风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呢一定要常常能关心为要，关照自己的心念，不能用错了。不能在稀有难逢的佛法因缘呢，还增长傲慢，增长习气啊，那真是冤大头了啊，那真是对不起自己了。那真是拿自己的法身慧命啊开玩笑了。所以师长常说让我们放下贪，放下习气，不是让我们换对象
入了佛门贪功德了，这个事都要自己做，别人做不高兴，就好像这个大年初一那第一支香一定是要我插的，别人插不高兴了，那不是到佛门去搞这个好胜啊，这个好胜心啊在其中增长了。所以藕益大师交代进摄名当中其中一个观心为要自己的心念呢要看清楚。比方说我们学了之后，哎呀，我家里的人呢都没善根呢，净土法门这么好啊，他们都不相信啊，没善根。老和尚曾经讲过你看一切人都是佛恭喜你你成佛了。你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哇，你成菩萨了。那这个法语我们以此类推当我们看呢人家都没善根的时候那应该我们也是没善根的。这个学佛真的是要自我勘验检查。不能修着修着那自我感觉良好我也听一个同修说我觉得我是念佛法门呢根基成熟可以得度的众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说我就是这么认为的结果呢我了解到他平常打电动玩具都停不下来三更半夜隔天起不了床这个叫自我感觉良好这个不能说自己感觉自己是根熟的众生了就一定成就了所以还要对照经典不然到时候修没成就了还怪佛菩萨了佛菩萨不灵了佛菩萨讲的不对了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所以我们学这个第六品四十八愿就很重要了依四十八愿来修行我们有没有自心性要自心啊一心啊真心呢、信没有怀疑要欢喜最想做的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还有哪一件事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开让我们呢难过好几天那我们说我们是很欢喜要往生一心想求生呢这个靠不住了这个没有达到信要你真的一心想求生呢这个世间的是是非非不关我们的事情了随他去吧肯听我们讲肯接受我们帮忙我们帮忙不肯接受这个不能攀缘了随他去吧大家不要听随他去吧连本分都不尽了哇那这个这个法不能听错了不能用错了随他去吧叫我们放下控制放下占有好。
所以我们闻了念佛法门，经上说的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这个第一就是要做表率啊，劝进行者啊，净业三福第三福最后一句啊，劝进行者。那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这个时代最缺什么榜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修行要善思维啊。我们都听过老和尚说要做榜样啊。我们听到这里停了。没有具体探讨。在哪里做榜样啊？看看现在缺什么榜样。因为缺这些榜样啊，造成众生啊信心不足。那谁来做榜样？请佛住世啊。请谁啊？你请别人，别人不答应，你就是烦恼了。登天难，求人难啊，求自己不难啊。老和尚为什么一直赞叹海贤老和尚是吧？他末法的好榜样啊。一句佛号念到底。活到112岁啊，自在往生呢。多少人信心增长啊。当然你看到这个榜样啊，你可不要就跑去种田了啊。这个学佛啊不能学到相上去是吧。你本来是高科技人才啊，你爸爸妈妈给你栽培到这个硕士博士啊，现在出来工作了，一学佛我要去种田了啊，你们全家炸开锅了啊。所以要随顺自己的因缘做榜样了。那这个五十三参呢，这个各行各业可以行菩萨道啊。理上呢各行各业可以行菩萨道。那请教诸位仁者啊，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正念容不容易保持住啊？人家意见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动不动气呀、啊？你真正在工作当中，能够不被境界转啊？能够随缘妙用啊，这个不简单啊。越不简单呢、啊，越缺榜样。像你看现在离婚率很高啊，我记得19年看的一个数字啊，有些地区啊达到70%呢、啊，超过70%呢、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像我在小学服务过啊，这个父母关系不和啊，甚至是离异啊，对小孩啊内心人格的影响啊都挺大的。当他内心啊有阴影，内心有很多啊负面情绪啊，
他学佛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啊？挺有影响的。你看他笑啊，都很难笑得很灿烂。哎，虽然读了很多经典，听了很多经啊，哎，内心这些负面的能量情绪啊，还是挥之不去。尤其缺爱啊，控制占有欲就强了，他没安全感。哇，所以你看李炳南老师鼓励啊，建立佛化家庭啊。我是真正见到啊，从胎教开始啊，父母很有共识啊，这母亲很难得啊，硕士毕业啊，那科系啊，找工作那都是热门行业啊，他跟先生商量，你看他也不强势啊。我一定要这样啊！不管太先生的意见，他很尊重先生，商量。哎，后来先生也同意了。他尽力啊，陪伴孩子从胎教就开始了。他好几个孩子是从胎教开始的。哇，他的孩子呢，我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呢，我看他的嘴角啊，从来没有往下的，你看他嘴角往下，金元宝掉在正中间了，还滑掉了，你看嘴角往上，这个金元宝啊，哪怕掉在最旁边呢，他也滑下来，稳稳当当接住了，所以迎喜神呢，迎财神呢，你有喜气啊，就迎得到财神。你没有喜气呢，财神也看到你都吓跑了。所以很有感触啊。父慈子孝啊，父母对孩子的慈爱表现在哪？让他呢，有满满的爱啊。人格身心健康啊，不匮乏。走到学校去热心公益啊。进入社会。跟人相处融洽，很愿意承担。他的身心健康啊，受用一生啊。所以夫妻做榜样啊，尤其是学佛的。人家看了欢喜啊，羡慕啊，来请教啦，为人演说啊。我曾经遇过学佛的团体啊，比较核心的离婚的好几对啊，结果后来来学的人呢，可能看了一段时间了，后来通通退出啊，不敢学了。说我们没学的夫妻都没有相处的像你们这么冲突了，还离婚了。假如学了你们那么久了，你们大乘这些教理也能讲啊。结果夫妻都搞着离婚了，这个佛我们不敢学了。人家真的退出了，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不是编出来的，况且出家人不打诳语啊，这个不是编出来的，这都是遇过的。当然，我们听到这些例子啊，不止不能受到负面影响啊，还要什么
见义勇为。哎呀，我们学佛都没表好法，我来表。而且老和尚还给我们交代过啊，你学了佛啊，家庭更不和谐啊，学错了。就像最近啊，跟大家在探讨的一个重点呢、我们今天做人进步了，请问呢、你家里人谁会反对？不会吧？好，请问你做事进步了，你家里的人有没有人会反对？好，那现在我们学佛了，那家里的人为什么反对？学佛就是学做人做事啊，佛是觉啊，我们的觉展现在哪？这个还有音乐配合的啊。展现在做人呢、觉悟啊，越来越懂得做人嘛，越来越懂得怎么把事做好啊。那既然家里的人不会反对我们做人做事进步了，那咋还是反对我们学佛呢？你不把问题根源找出来啊，没法改善呐、好，而且学佛啊，老和尚教导我们有一个修学很重要的观念，叫重实质，不重形式。学佛的功夫在哪里看出来？放下，放下是功夫。放下我啊，我执啊，六道轮回是我执变现出来了。我们现在了脱生死轮回，当然要在放下我执当中下功夫啊。我执再讲的具体一点，我四大烦恼就是我执啊，我见。我们学了佛了，还是我觉得怎样怎样，团体在探讨事情呢，我们一讲话呢，那个气势就是要把人家压过去，我学的教理多，要把人家压过去，那这个还是我这个四大烦恼在增长啊，我发现呢，学了佛的父母啊，跟孩子讲话停都停不下来啊！我在旁边听了都着急了啊！当然，我着急是我的问题啊，我被转了。我也得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给你讲过了，多请听，怎么一开口又那么长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也得马上关心围绕啊！我也不能要求他我看到他停不下来，我心动了，那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了。这个学佛啦，本来讲话停不下来啊，慢慢呢，能停得下来，能倾听别人说话了。说实在的，你要爱护别人啊，除非你有他心通。我想，我们现在应该达不到了。那你没有他心通，你要帮他，那你得了解他心里想什么啊，是吧？那你没有他心动，
那你怎么了解他现在心理的状况啊？当然要请听咯，请听都不简单啊，听个三分钟五分钟有点那个话又憋到这儿了想又用道理要把它压下去了。这个是我慢啊，所以我们我执有没有减少，在哪里看呢？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啊。我们今天不给人家压下去了，为什么？感受到他内在啊有情绪了，让他抒发抒发。你感受得到他内在有情绪，那你的我执就在这个境界啊减少啦，你感受别人啦。立事练心啊，哪件事啊？每天发生的都是事啊。练什么？练这个心啊，放下自己越来越多了，感受别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常举这个《礼记·学记》啊，里面有一句话：“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思，然后可以长其善。”长其善是我们进一步延伸出来的。你能感受到他心的状况？我们感受不到，我见又很强，你常常让孩子让家里人觉得你都误会人家彼此的隔阂就比较大了，还是让我们孩子家人都觉得最理解我的就是我爸爸，就是我妈妈，那这个亲子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爱我慢我吃。自己对世间人事物这个贪爱有没有减少？当然也要检查，不能贪佛法，不能贪功德啊！我真遇过的，这说起来都26年前了，没那么多啊，21、22年前了，有一次我们从道场啊。去出去中午吃饭呢刚好有法师在结果吃完饭了付钱呢，三个居士要去付钱结果呢其中有一个人呢挺强势的把其他两个人的手全部按下来绝对不给人家出一定要他出付完钱回来我看另外两个人脸都臭臭的你何不三个人一起出皆大欢喜呢？是吧？你何必一定要你说了算这功德都得到我修啊。这个还是不能去感受别人的。所以佛法重实质啊，这四大烦恼要减少啊。你看我吃就不理智了，情绪化了。我们检查检查，学了佛之后
啊，有没有比较理智的？啊，感情用事少了，啊，情绪波动少了，这些都要自己勘验哦。好，好，48愿啊，我们看下一段啊。从12愿到18愿呢，是整个大愿里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要特别留意。啊，陈德记得应该是26年前呢，有读过啊，黄念祖老居士呢，专门对这5愿呢的开解。这个我们再发到群里啊，假如大家手上有文字档，这大愿核心5愿呢，这黄老有开解，我们都可以好好来学习。这5愿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如果没有10念必生，就不能呢普度法界一切众生。所以这一愿呢，十方诸佛赞叹呢。我初学佛的时候啊，常常有个念头，找不到答案。经上常常赞叹呢，佛是万德万能。既然是万德万能呢，我就想啊，如果这个人必堕阿鼻地狱，佛能不能使他立刻成佛？如果他能使地狱众生立刻成佛啊，佛即是万德万能的，我们可以相信。若说地狱众生这么重的罪啊，不可能叫他立刻成佛啊，要他慢慢修，修上3大阿僧祇劫才成佛。那这个有什么稀奇呢？那师长说他曾为此事啊，请教过很多法师啊。法师们都说不可能呢，修行要经3大阿僧祇劫，不可能立刻成佛。所以，对于佛的敬仰啊，打了很大的折扣。我们有没有思维过什么，或者看到什么事啊，对佛法打了很大的折扣？假如有啊，要提出来探讨啊。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信愿哦。这个偶益大师净色名善有为一啊，这个可以提出来探讨。认为经上赞叹佛啊是夸张的，不是真的。以后念无量寿经啊，念到这一段经文啊，才恍然大悟啊。佛的德能是真的。5逆12，临终一念、10念，皆得往生，不退成佛。这不就立刻成佛吗？因为这是当生成就的法门了。往生圆证三不退了。而且是看到阿弥陀佛，跟着阿弥陀佛走了。这个我们都有听闻了。也有遇过了。虽然他病得很重，身体很不舒服啊。甚至话讲不出来了，
家里的人有约好了，你假如见到阿弥陀佛啊，你比一个什么手势啊，他虽然连话都讲不出来了，他真见到佛了，比那个手势了。或者什么事啊放不下，这口气啊断不了，放不下。遇到缘分呢，劝他，肯放下了。两三秒钟啊就走了，两三分钟啊就走了。最重要就是肯去啊。结果他两三分钟就走了，刚好啊有这个很认真修学的同修，就梦到啊，就真同样那个时间呢，就梦到阿弥陀佛啊磨他的顶啊，把他接走了。所以阿弥陀佛真是大慈父啊，接引导师啊，你真肯去啊，他不可能不来接的。我们也是见到这些事啊，这个信心也越来越坚定了。真的是遍救今朝成佛去啊，乐邦化主以贤耻啊。我们这个六性啊，其中一个是信他啊，信己，再来是信他，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谁发的？为我发的，不能辜负啊。所以啊，不就是立刻成佛吗？圆正三不退了。这才回想到古人讲的话，一点都没有夸张。句句都是实在的。佛真的是万德万能的。叫人不能不佩服。佛法确实不同于世间法。正像《金刚经》上说的，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所以人听佛的话不怀疑啊，这个叫信圣言量，信圣人的话，这也是善根啊。所以祖师大德跟佛都做到了，我们这些祖师真的都是开悟的圣僧呢。所以真的想想，这中国人的福报太大了。你看禅宗就出了多少开悟的圣僧呢？净土宗十三祖。看留下多少法身舍利啊，多少教诲啊，我们肯珍惜的那个个都成就了。祖师他们都是见性的圣人啊。看六祖的话，你肯把一句放在心上啊，境界就不一样啦。六祖说了，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啊。你说这句话真正受持啊，不一样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别跟自己过不去啦。老和尚说，最傻的人
啊，就是把垃圾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哎，这些法语我们都听过了，还继续撒吗？赶快把仓库啊，不是，赶快内心清一清啊，让佛号进来啊，让垃圾出去了。我们得听话啦，这些都是圣人来教我们啦，我们不听啊，那个福报就折掉了。你看我们中国有四大名山啊，你到哪一个地区能找到那么多圣人住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到五台山去，文殊菩萨说他必来接啊。那文殊菩萨就不妄语啦。那重点是我们看不看得懂啊文殊菩萨。所以这些祖师们呢言语句句真实，我们不能不佩服。事实啊确实是如此的。藕益大师说了，专求己过啊，不论人非。专求己过啊，这孔子都说过啊，这子贡在批评人，孔子说，端木赐啊，你很贤德了吗？我是没有那个功夫啊，去批评别人。夫我则不暇，在自己身上下功夫都觉得时间精力不够了。真下过功夫的人，决定有这个体会。哇，调伏一个情绪别起呀、那佛号得越念越多啊，不然扶不住的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说了，学道之人呢、无剪爪之暇，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了，都在用功啊。老实念佛，老实依教奉行啊。安有时间说闲话，哪还有时间浪费时间说八卦呢？不知道诸位忍者啊，大家最近指甲剪了没有？我最近很用功啊，哎呀，指甲留得挺长，还没剪。哎呦，恭喜恭喜啊！这是好的状态了啊。但是你不要刻意不剪啊，这有点装了啊。这学佛不要落到装去了啊！要装得很有修行啊，那就错了啊。那个本来的习气又掉出来了。本来就很会装了、人前人后不一样了，遇到佛法更严重了。下一段讲了，众生所以不能立刻成佛啊。不是佛没有方法，而是众生呢不肯接受啊！那不肯接受，那有什么法子呢？自助者天助啊！我们自己不肯呢，再好的助缘使不上力了。你要肯接受啊，真的不难。阿弥陀经跟本经所讲的都是若一日到若七日啊，你需要修多久？少的一天，多的七天呢，就成佛。
这不假。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人物。我们今天修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成佛啊。为什么不成佛？没有认真修。修是修了，展开经典看一看，比对一下，不合标准。不够认真呢。这个极乐净土啊，非悠悠善善所能至啊。那行善也是悠悠的慢慢的，不是很积极。万劫生死啊，非因循怠惰所能脱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无始劫的轮回呢，我们要跳脱出去呢。不认真修啊，还搞玩弄消遣佛法，那不可能出去的。这两句话是净宗十一祖啊，显安大师教导我们的。也刚刚我们提到祖师讲的这些话，都是真语者、实语者啊，都点到修行的重点了。了凡先生，我想这个应该都是极乐世界再来的大菩萨了。你看他的《了凡四训》把修行的重点讲得很透彻啊！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呢。根性都不错的，挺聪慧的啊，为什么没成就？因循苟且呀、啊，所以得认真修啊，不能因循了、啊。那我们进一步思维了，不能因循，哪些不能因循呢？父母最不放心我们的那个习气。那个习惯要改，从小就一直提醒我们了，我们还没改，那是因循了。修行是修正行为啊，父母老师最不放心我们的，要从这里改起啊。我们学大乘佛法，众生无边誓愿度了，连父母在操心我们，我们都不放在心上，那我们怎么度众生呢？我们不害众生就阿弥陀佛啦。修行首先要让父母老师安心呢，这才是爱自己的父母老师具体的表现嘛。这个爱不能挂在嘴上啊，心行一如啊，你有那个心，你一定有行为的。所以要比对一下啊，不合标准。毛病啊，就出在这里。因为啊，对于这个世间呢、还留恋，还舍不得，那怎么能去得了？你看祖师又说了，娑婆有一爱之不亲呢，临终被此爱所牵，甚多爱乎啊！怎么还能
对人事物的贪爱增加呢？不行，一定要让它减少。啊，你看，老和尚有一个专题啊，啊，大家每隔一段时间都重听一遍呢、啊，啊，或者就把它听透，嗯，好好听个十遍，善学佛法，啊，与传统文化。老人家知道我们要善听，不要听偏了。哦，你这个啊，性情上就很容易固执己见的，你一听就执着在自己的认知里面了。啊，所以要善听啊。善思维，善言善行。你看这个善思维啊，也要用在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要善于思维。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祖师说了，娑婆有一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呢、啊。那你真正善思维的人就要问自己啦，哎，我还有哪些人事物放不下？想得到的，赶快下功夫啊，对治了，慢慢放啊。你不能又起个念头了，哎呀，这个挺难的，明年再说吧，以后再说吧。那往往啊，一天拖一天，一年拖一年，都没下这个功夫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哎，自己想了，好像想不到，或者有想到一些，有些没想到的，只要我们警觉性高了。因为我们听了这句话了，哎，我的心会动啊，就是我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我才会动，不然我为什么动？哎，你说我生气了，一定有不顺你的意思，你才生气了，所以一定有贪呢，啊，希望对方怎么样，贪求了，贪不到。才能行善。所以啊，当我们今天起情绪了，铁定我们有贪啊。这个就可以借由啊发生的事情啊，更了解到自己还在留恋哪些人事物，贪求哪些人事物，检查到了，下功夫啊。发现自己过失，立刻就痛改啊！留恋这些东西，那是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错失掉了。有放不下的事啊，就要想想《金刚经》上的教诲啊。所以佛陀讲《金刚经》讲了22年了，啊，讲般若22年，《金刚经》是般若的精华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黄念老讲经的时候说了，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吹那个肥皂泡啊，一吹没几秒钟啊，砰，破了，那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我看下去啊，诸位仁者啊，
我们都是进入秋天或者冬天的人啊，是吧？啊，白驹过隙呀、啊！啊，我们已经过一半多了嘞，哎，真的很快就碰，这一生就结束了。那还在留恋这世间这些人事物，那不是很危险吗？那这一生要了脱生死，靠不住啦，这警觉性要高啊。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啊，念着这个的时候也要提醒提醒，还有什么放不下？虽然我们啊，家庭工作上有责任啊，我们是用真心去做，不是用牵挂的心去做啊，真心尽心尽力啊，但是呢，不牵挂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所以啊，这个比方啊，我们假如有房子啊，啊，银行有存点钱呢、啊，啊，每天最后一天呢，啊，赶快要写一下啊，哎，这个随时啊，啊，这个都不牵挂了，哎，人不这么样练呢、啊。很容易牵挂，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啊，太会操心了，要练了，每天最后一天做完就放下了，不要担心来担心去的，事情可以多啊，在心上不能忧虑牵挂，来了就应，就像夏莲老说的，处事时阔然而大公，大公无私去处理事就对了，物来而顺应，事已过物流去，过去的事检讨完了，不要再一直啊萦绕在心中耿耿于怀，还会懊恼，这个都不好，过去心不可得。那《金刚经》挺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担忧未来啊，未来心不可得，烦恼了，烦恼就这三种啊，过去烦恼、未来烦恼，还有现在烦恼。现在面对这个人事境缘，心中升起了对立了，人我是非了，这就是现在烦恼了。我们修行人警觉性高啊，立事练心啊，就在这个事的当下要练，不要每一次都，哎呀，我考试又没过关了，都放马后炮，当下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其实我们起了这个是非人我，你比较敏锐一点啊，你的身心就不安了。所以心经观自在菩萨，观自己自不自在啊。观自己当下安不安，随处安闲啊，身心不安呢、就很紧绷了啊，就是念头不对了，身心就紧绷了。
若计较人我，这就是现在烦恼。或瞻顾得失，有得失心了。啊，做这一件事，啊，患得患失，要马上一起这个念头，阿弥陀佛啊，念佛即是自心现啊，不能让它相续了。哦，圣皇之分在乎一念啊，而这一念能常常能赶紧提起来啊。那是平常就在下功夫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哦，这个一时，临终是一时，用在一时啊。还有呢，你平常境界还没有来的时候，老实念佛啊。哦，那你的心就比较没有波动了。你假如平常心里就很多烦心的事啊，你真正境界来了，不止不容易关照啊，很容易发火啊，因为躁嘛，啊，躁就容易火就烧起来。嗯，啊，假如还没有人事境缘来，哦，我们若要佛不离口，先须诸不离手啊，哦，这个佛号不中断，要下这个功夫啊，不能让黄念祖老居士的苦心白费啊。他老人家修行这么高，往生前每一天14万声呢，表演给谁看的啊？表演给我看的啊，不能说表演给我们看的，那个味道不如表演给我看的浓啊。哎，直下承担呢，这句话讲给我听的，这个表演为我的，我不能辜负啊。我要直下承担呢，直下去效法。哦，当然一开始不能太猛啊，要针对你家庭状况、工作状况啊，总要越念越多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验呢。啊，我们每一年有两个时段啊，啊，农历4月1号到4月15号啊，啊，还有12月1号到12月15号呵呵，哦，这两个时段好好修行功德啊，增加10万倍。哦，哎，那个第一天第二天哇，念着2-3万声佛号，有啊，有这个经验了。奇怪了，我们有时候可以2-3万，有时候连2000都念不到，这其中差别在哪？我们得自己去检查检查了，时间都流到哪些地方去了？总结总结走过来的路啊，这就是觉啊。总不能稀里糊涂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就不是学佛了。学佛是学觉啊，觉在哪里表现？清楚自己的状况，要面对境界清楚才是觉悟的表现嘛。所以现在烦恼一察觉了，赶紧调伏啊，不能计较人我，
不能沾顾得失，不能基于意气。意气用事这个词我们很熟哈，大家能不能感觉到意气上来的时候自己的身心状态是吧？哇，那身心没有自在了啊，哎，肌肉都是紧绷的，哎，那个强势快上来了，呵呵，哦，你假如注意到别人的表情啊，哎，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强势出来了，哎，啊，迁于感情，那个感情一起作用啊，烦恼就来了，感情用事。你就会这个举棋不定啊，就会这个，哎呀，反正就躺在床上也是辗转反侧啊，那个都迁于感情，基于意气都有关了，这都是现在烦恼啊。安住当下啊，不能让现在烦恼做主了。好，哦，所以这一句啊，对于这个世间还留恋啊，这叫师父领进门了、啊。那修行要靠我们个人自己去勘验了、啊。哦，那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啊、看到，宋朝的云科法师啊。念佛三天往生，证明了经上讲的一日到七日啊，没错。他是一位出家人，不守清规，破戒造作罪业，但他有一个好处啊，深信因果报应。这就是很重要的善根了，因为他信因果，他有恐怖心啊，他不想堕三恶道啊，想想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啊，必堕地狱啊，就生大恐怖，请教同参道友啊，有没有救？同山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啊，他看了痛哭流涕啊，有很深的感动啊。啊，我们看到那净土圣贤录那些故事啊，内心也是真正受到很大的鼓舞啊。哦，所以往生传多看啊。往生传看完之后啊，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他把疗房关起来，不睡觉，不吃饭，不喝水，一句佛号念到底。他拼命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好，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好好的修行啊，到临命终时啊，佛来接应你。啊、哦，云科法师啊，很难得，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说啊，我的劣根性很重啊，经不起诱惑。这十年呢、啊，我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呢、啊，受诱惑，又不晓得。得造多少罪业啊，恐怕将来往生靠不住，十年寿命啊，我不要了。这是有自知之明啊，现在我就跟你走。阿弥陀佛听了他的话，也就点头同意。哦，阿弥陀佛满众生的愿啊，
说好，那我三天以后啊来接你，好不好？啊，云科法师啊就答应了。当然了，这是阿弥陀佛的智慧啊！啊，为什么三天之后来接啊？假如不三天之后接就接走了，人家房门一打开，哇，云科法师饿死了。那不止没有成为榜样了，变成流弊了。哎，哦，所以阿弥陀佛有智慧啊，方方面面考虑到，阿弥陀佛没有感情用事啊，赶快赶快接了。哎，这个也是我们要学的地方啊，哎，考虑事情啊要周到啊。啊，他把疗房门打开，兴高采烈啊，向全世大众宣布：三天之后啊，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啊，寺里的人都认为他发神经啊。哦，当然啊，我们也别起这种念头。哦，你听到人家说要往生了，你觉得他修的不怎么样，我们也不要觉得他发神经啊、哦，总要用纯净纯善的心待人就好了。啊、哦，这样一个恶人呢，怎么可能三天往生？啊、哦，我们不把人家的恶放在心上啊、哦，好在三天的时间不长啊。大家等着瞧了，等着看他三天之后往不往生。到第三天呢、啊，他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啊，早课的时候要求大众啊不照平常的早课啊，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经，念佛，送他往生啊，他没有生病，跟大众一起客送。经念完了，啊，佛号啊，再念了十几声，他就告诉大众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了我了。所以啊，这个感应啊，你一接通了，很快了。我现在啊，要跟他去了，说完了，他就走了，没有病，三天。啊，是历史上啊，啊记载宋朝的事。啊，我们看着听了，也许不相信啊，恐怕是古人编造的。现在人疑心重啊，啊，这老和尚慈悲啊，还讲的时候都古今中外啊，让我们有信心呢、啊。哦，所以接下来这个啊 ,1988 年啊首都啊美国首都华府周广大先生，哇，你看这个例子。临终前三天念佛往才求念佛往生。他得的病是血癌啊，医生放弃治疗。家里的人慌了。家里没有一个是信仰宗教的。啊，一家人在华府啊开了面包店。此时家人啊才到处求神求佛，希望有奇迹出现。啊，也算他运气好啊，因缘殊胜，遇到华府佛教会一位啊龚正华居士。龚居士啊是念佛最虔诚的人，哦，他真修哦，哎，佛菩萨会加持他去利益众生哦，哎，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哦，他专修净土啊，讲话心直口快，啊、哦，容易得罪人，啊，直行是道场啊，这个周先生碰到这么一个人啊。
龚居士一看他的病不可能好了，所以直截了当啊劝他不要求病好了啊，人在世间太苦啊，你好了以后还不是一样更苦，有什么意义？不如往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去做佛做菩萨，回来再度你的家亲眷属。哎，这些话都很重要哦。啊，哎，这么劝他呢，他对啊家亲眷属这些情执啊，能够转化，转成一种动力了。你再回来接引他们呢，度他们呢。啊，周广大一听啊，很有道理，立刻就相信，就接受，要求他的太太儿女啊，都帮助他念佛，求往生净土，不求病好。这一个决心下得正确啊。这个佛教会的同修啊，也有几位前去帮他助念，三天三夜啊，佛号都没有停止，念到第二天呢、啊，见到地藏菩萨来了。呀，这佛菩萨感应真实不虚呀、啊，他还说出菩萨的样子，因为他没学佛啊，就这三天念佛啊，大家听他讲的样子是地藏菩萨。龚居士很难得，立刻提醒他，不管什么样的佛菩萨什么人，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一句佛号念到底，不见到阿弥陀佛啊，决定不可以去、哦、应该介绍的他那一尊阿弥陀佛像， 就这一尊来了你再跟他去、哦、这一句非常重要、哦、他回过来啊，专心念阿弥陀佛，念了没多久啊，地藏菩萨不见了。念到第三天呢、啊，他说西方三圣，啊，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从云端下面呢、啊，接引他往生了。好，这是现代人呢、啊，还是在美国啊，啊，真正是稀有的因缘。啊，周先生一生呢、啊，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啊，临终才遇到龚居士，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真的往生，绝对不是假的。哦，所以念佛法门是实在稀有殊胜，经上所讲的字字句句啊都是真实的，决定不能看作劝善的善书啊，更不能当小说看啊。那你就错过了此一稀有机缘了。好，好，这个讲到这里啊，我们是信心增长之外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啊，今天我们有一段强调啊，佛法呢教我们要放下习气。放下是功夫啊、哦！啊，你不能遇到佛法了，在这个缘分当中啊，增长贪，增长慢，增长习气。哦，比方说啊，我们本来这个性格啊，就是特别冲动的，那你就要调伏这个性格。你不要今天听迎科法师三天，哇，这一堂课一结束啊，门关起来，不吃不喝啊，哇，然后你家里人担心的要死呢，开始这个想一下他怎么变成这样。哦，刚刚好像几点的时候听陈德法师讲经啊，好、哦、哇，陈德法师是凶手哦，你本来就那种劲一来啊，谁也拦不住你啊，结果念了三天啊，
佛没来啊，身体搞坏了，念到胃痛了啊，我呢，到时候这个，所以我得先讲个前头啊，讲个前头。重点在精进不懈啊，不要再执在这个相上，一定要这么拼啊，拼到不吃不喝。哎，我给大家举个实例啊，有一个同修啊，真的不吃不喝了，我就要往生了。念了几天啊，旁边的人都担心啊。哦。结果呢，担心的人啊，写信问老和尚，能不能继续这样念下去。哦、老和尚说，别这么干。哦、你这么干下去了，说实在的，你看那银歌法师给我们表演了，啊，这个他在官房三天之后，出来了，是吧？这样人家才知道他不是饿死的。哎，我们有时候啊，那个劲来了哈、啊，这个性格啊，这那个劲一来啊，什么角度也不考虑了，谁讲也没用了。他不是在自己家里念的、啊、也不是说家里的人都懂佛法了，他是在异国他乡念的啦。啊，而是在哎，你念到往生了啊，那个当地的政府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人家到时候来，哎，这个人才40岁怎么死了？你们我到时候还法院调查了。哦，所以你看人家老和尚都会考虑这些因素啊，别这么干了。结果呢，老和尚的消息指示回来，他继续干。哎呦，阿弥陀佛啊。你看那执着进来了，连老和尚劝都没有用了。结果呢，最后呢，当地政府把他请走了。后来啊，身体都受影响了。哎，一个人不吃不喝好几天了，那本来身体都壮啊，受影响了。老和尚啊，真是应机说法啊。啊，所以老和尚没提倡我们这么用功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啊。老和尚立了一个榜样给我们啊，哪个榜样啊？锅烙酱，是吧？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其实这个原则就是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但是别伤身。我们客观看看呢，每一代人的体力啊，一代不如一代啊。啊，这个有我们自己生活习惯的问题啊，也有外在环境啊，这些众多因素啊。那像陈德的体力啊，那跟自己家父比先父比啊，没法比啊。你看老和尚这种应激都是考虑的很仔细的，用心良苦啊。哎，所以锅烙酱。哎，但是这句话别添错了。哎，你不要念那个15分钟累了休息卡。一睡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哈、啊，不是这个意思。哦，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哈、啊，啊，尤其这个11点到3点哈、啊，
这个前前后后啊，你最起码是好好睡，这个道法自然这六个小时要好好睡啊，是吧？哦，其他白天练累的真的是累的眯一下十分钟啊，你总不能一倒下去就起不来哦，哎，慢慢慢慢，哎，这么去做啊，这个成就啊，哦，都会很理想的。啊，刚刚才说啊，这个时代缺榜样啊，啊，我们效法锅炉匠啊，啊，我们也站着走，哇，这个给世间人信心就大了，哎，啊，谁发心啊？我们自己啊，我自己要发心了，好，哦，哦，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时间有点超过了啊。这个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